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。那今天就来到首尔的20年老店，那今天就吃这家。哦，感觉看起来蛮不错的哦。马西手哟。哦，看起来很好吃的感觉哦。马西手哟。马西手哟。马西手哟，来。哦哦哦，我尝这个，这看起来很赞的这个。哇哦。So good. Yeah, good. 哦，好香啊！哇，太厉害了，太赞了！神秘的酱料，赞！好，那声音也非常好啊。OK。你好。嗯，好热闹，还在烤台。啊，这边小菜就上来了。就先从这个猪血汤吗？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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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过瘾啊！好，继续下去哦。这个是猪血汤哦。对啦。啊，猪血煮的好硬啊！啊，对我而言啊。那汤头还不错，好像是味噌的。好，那分数我觉得是80分，就是这个异国风情啊。好，赞。好，先吃一点看看啊，它这个是等一下包那个肠子吧。嗯，还不错哦。谢谢。好，这个蒸蛋就给我们小朋友吃啊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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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然后那这个就上了啊。很久没有吃这个东西啊，这个是蒸蛋啊。很久没有吃这个。嗯，哦，很烫，它是用高汤去煮的，嗯，好吃。哦，很嫩嫩，很嫩嫩啊，赞，哦，啊，哦，好吃，这个蒸蛋就蛮好吃的，软糯软糯的。然后 N 嫂说，小时候吃过的童年回忆啊，是不是？真的，已经是100分了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到底是叫什么？大肠，那个叫大肠啊。要包起来。啊，都紫苏叶包起来了，这样。嗯，好，甜辣甜辣的，然后蛮特别的味道了，嗯，好吃，啊，蛮不错的。好，那说这个是，我说这是血肠，啊，你也很久没有吃了，吃吃看啊，哎呀。
好吃哦，这 Q 弹 Q 弹的。小时候的味道。好吃。好，这个就是这个街头的美味啊。然后这个是高丽菜，然后大肠，肥滋滋肥滋滋，香喷喷香喷喷。还有那个辣椒粉的香味。很够味啊，好吃。赞哦。个人觉得蛮棒的。这个真的蛮适合配那个壁炉来吃，重口味。甜辣甜辣，然后里面还有高丽菜，然后配上这个紫苏很好吃，很有特色。这个大肠味道真的很棒。这是肥滋滋好。从背景就可以听到这个现场有多热闹。它就是外面先炒香，然后再放进来。刚外面在拍的那个画面做这个了，先把它炒香。那希望这个异国风情的影片，各位朋友会喜欢。赞，好吃。很好吃哦。它已经烤得有点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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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。那个人觉得这个味道真的是蛮赞的。在当地吃真的很美味啊。越咬越香，越咬越香啊。就等各位朋友来到韩国的时候自己试试看啊。好吃啦啊。赞，很满足，就跟你小时候吃的味道一模一样。那是马西索哟。这个烤肠真的很有深度啊。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啊，赞。嚼下去之后，那个甜辣酱跟那个大肠的油脂，然后还有它这个香料，整个混合在一起，嚼起来很过瘾，香香辣辣，肥滋滋又过瘾。这大家聚在一起吃的感觉，不灵的，热腾的，真的很棒。赞哦。所以分数是不是满分？赞啊！这个烤大肠单点的看起来也很赞哦，麻西手有。这个炒起来真的很赞哦，香喷喷香喷喷的，然后配上这个烧酒，吃起来真的很够味道。
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马西手用。好，再一点点接景啊。好，这边还有好几间店，看起来都很赞哦。蛮新，看有机会就慢慢给他拍过去了。哦，这边这家看起来也很赞哦，叫做这个大陆美食哈。好，那带恩嫂回到她的故乡，她是非常开心的啊。好，那老婆开心就好了哦。好，那就祝各位朋友个愉快的一天，拜拜。